因为你的队友本来棒球就是讲究团队，大家是互相感染。这球游击手一拦住，起身传，好的，哇，这个太厉害了！叶宝迪也跑得非常的快，但这个球硬生生被江坤宇还是拦截，哇，这个真的你没有到现场看哦，真的就可惜啊！一眨眼他就拦住啊，哦，真的你没话说。而且阿坤扑下去的时候，这个位他的那个过来的位置还是有一点稍微改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桂桂，大家记得订阅中信兄弟的官方 YouTube 频道，还有 Twitch 频道哦。